个给你们看看3870的发动机，这个呢采用的是原装570，这个是发动机，它的马力是300-370千瓦，这么大的机器，声音很小，很黏的感觉。好了，然后再往下去看看它的顺吧。超大型号的3CM，目前还看不到它的型号，看它的滤芯有多少，究竟是新车。怎么样，给不给力？没事。